各位慈悲的神明菩萨，阿弥陀佛。每一个人都知道，一切快乐来自于利益众生，一切快乐来自于帮助其他众生离开痛苦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一个最方便的方法，就是什么？把佛像、把经文、把咒语印在帆布上，刻在石头上，随风飘。风吹到哪里，三恶道的众生就离苦。风吹到哪里，这里面就有三宝的加持力，当地就可以消灾延寿，就可以圆满，就可以满愿。所以中华印经协会生命电视台大量免费的制造很多经幡、咒语、佛像，到处送给人家，挂在车上，挂在山上，挂在任何地方，让佛陀的教法大慈大悲弘扬在全世界，让这个世界消灾难。所以大家多打电话来，我们就把凡旗寄给你，也多护持印经协会这个大量制造三宝风马旗的功德。阿弥陀佛。护持账号：19658482，19658482，户名：中华印经协会。佛法利益众生，尽在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般若讲座。